好，我又抽了一个了。看一下这次是进到谁的岛呢？8164。我希望啊，算了，我不要讲好了。23766。这个，这怎么念啊？Kina 岛是这样子念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够了哦。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那种设计被检举，所以我刚才想要讲的就是，我很担心我这个去访他的岛之后会不会害他的岛被检举之类的。我刚原本想讲，但是觉得啊，算了，还是不要讲好了。但是既然有人提出来，那我还是讲出来好了。我们在这边就听到 KK 偶像的音乐，这边在播。啊，这个哇，是迪士尼乐园吗？这边是迪士尼乐园。它没有那个设计的玩具熊。等一下，我先 Paco， 欢迎你。好像没有设定，你没有去设定的话，他就是讲欢迎你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都是一些高人气角色，美玲啊、克利奇、大吉、玩具熊、月兔、叉叉丸、PLO、蓬花、小润、小风。哦，原来他叫小风哦。原来他中文叫小峰。好，他的地图看起来比较没有刚才那一个复杂，所以应该可以很好逛。这个景点还蛮漂亮的，来这边拍个照。这里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里好多海盗，是海盗团吗？这个是灰姑娘对吧？因为她刚才她岛旗就是有一个迪士尼的牌子嘛，所以她这个应该就是一个迪士尼的乐园的迪士尼乐园的造景。哦，这里好多机票哦，好想捡。所以这个机票是怎么一回事？可以躺在上面滚吗？那我们再往这边，这里是什么？看不太出来是什么，是火车的感觉吗？然后这边是矿场，那矿场旁边还放这些石头堆啊。美玲，连续两个岛都有美玲哎。Yellow， 你是来观光的吗？这里是怎样？3D 眼镜，然后有分左右两边。我感觉这个房子是有特别设计的，来进去看一下。3D 电影院的感觉吗？没想到太空船可以做这样子。对，它好像整个岛就是要做成一个乐园的样子哦。那我们去看另外一边是什么。然后礼拜六呢，我家就是都会有一堆客人来我家吃饭喝酒之类的，所以你们有听到一些外面的声音的话，就是客人哦。两间是一模一样的，我看不出来那是游乐设施哦，所以它是一个乐园的游乐设施，就是这边这一整排的房子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下面，哦，这是精品店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熊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熊？
我不认识这个角色，但很可爱，熊，然后后面这个是兔子。然后这边呢有拍一些，哇，你看这边是米奇米妮的，然后唐老鸭的。哦，有没有琪琪弟弟的？我最喜欢琪琪弟弟，看起来没有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第三个，这个，这应该是左边是琪琪，右边是弟弟吧？可爱。然后这边有试衣间哦。达菲吗？他叫达菲，达菲熊是不是？好，啊，这里是长发公主，长发公主的园区吧。这个谷仓的颜色很适合，就是很梦幻啊，而且跟后面的那个土的颜色就是很类似。啊，这个是睡美人对不对？它旁边还有这个叫什么纺车。可惜他没办法躺在床上睡觉。嗨，你好，这个是岛主，跟他讲一下话。好，那这个是白雪公主啊。那现在这边是冬天了，所以都是雪。如果这边是夏天的话，颜色就会应该会比较搭白雪公主的部分。哇哦哇哦哇哦，米奇脸的这个地板。哦哦，各种公主哎，哇，还有彼得潘，哇哇哇，这个地板好欢乐哦！当，这地板很酷哎，真的有一种进到那个乐园的感觉。虽然呢。我本人从来没有进到迪士尼里面去哦，虽然我很想去，可是我自己还没有进去过。这是他的居民居住区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地啊？琪琪弟弟的树屋，哇哇，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哦。啊，琪琪弟弟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这是小熊维尼区。我看错了，失望。我刚才看那个牌子，我以为是琪琪弟弟，就是小熊维尼啊。好吧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哦，云霄飞车，云霄飞车是不是？这里感觉是云霄飞车的地方，你看在这边排队，然后就可以上车。哦，这个好炫哦！是什么？哦，星际大战！哇哦！哎，是星际大战对吗？我有没有讲错啊？可是好像不能上哦，有的这里可以上去。好，我们先上去看一下。哦，就是一高科技的东西哦。刚刚的反应就是无界之后去迪士尼的反应。我希望我可以去。哦，在这里有小火车。然后上来这里是他的博物馆。哎，感觉他很用心，想要布置，就是重现那些迪士尼的那个那些设施哦。就是这个，你们刚才有说嘛？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们有说这也是一个设施？这个应该是他那个什么加勒比海盗那个叫什么去了？神鬼奇航，应该吧？嗨，你好，刚才有讲话吗？欢迎你，好。他的角色比较没有去设计一些特殊的对白，是一个迪士尼岛哦，蛮酷的。那我们就回去啦，醒过来。因为他的那个整个岛呢地形很平坦，所以我没有迷路哦。逛岛的时间就比较快一点，很快的就逛完了。